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幻迷不满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影《极度恐慌》，讲了恐怖病毒肆虐美国的故事。电影开始于1967年，一直在非洲抹河谷驻扎的美国军队中突然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，不断有人死亡。政府派军医前来调查，但他们只抽取了感染人员的血样就紧急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一架战斗机飞到军营上方，但它带来的不是解药，而是重型炸弹。一声巨响，整个军营被夷为平地，过程快到连声哀嚎都听不到。然而，一群携带着致命病毒的白脸猴却幸运地躲过爆炸，逃进森林，为更严重的灾难埋下了伏笔。转眼呢，来到了90年代，男主角山姆上校是一名研究传染病的军医。这天，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去调查非洲扎伊尔地区爆发的一种严重传染病。同行的还有好友眼镜男和新同事小黑。当他们来到目的地之后，发现整个村庄已经尸横遍野，除了一个独居的巫师之外，都死光了。这种未知的病毒潜伏期只有24小时，致死率却高达100%。但是好在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染，所以山姆他们在采集病毒样本后就先离开了。而村庄的另一头，来自美国的卷发男在树林中捉到一只白脸猴，带回到了美国。山姆回国之后就投入到病毒研究中，他们发现这种病毒一旦进入人体，就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复制并杀死所有正常细胞，直到五脏六腑全部溃烂为止。这么厉害的病毒，山姆也是头一次遇到。他将这种致命病毒命名为莫塔巴，并向上级汇报事态的严重性，希望能发出安全警报。但他的话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，反而他的研究被紧急叫停。原来莫塔巴病毒和1967年在军营发现的病毒极为相似，更重要的是，当年的病毒已经被军方用来制造生化武器了。军方为了隐瞒此事，命令山姆的上级尽快把他调走。另一边，卷发男带着那只非洲的白脸猴来到加州的一个小镇，准备把它卖掉。结果呢，被白脸猴喷了一脸唾液。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已经感染了恐怖的病毒，而且卷发男还弄错了白脸猴的性别，生意也没谈成。结果他就干脆将这只白脸猴放到镇子旁边的树林里，然后离开了。电影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山姆的前妻，她在疾控中心工作。这天，她接到一个紧急通知，波士顿发现了两例奇怪的病例，症状特别像山姆提到过的非洲病毒。她赶到医院后，发现卷发男已经七窍流血而死，而他的女友呢，也因为曾经接过吻，感染病毒惨死。这才明白，原来病毒是通过唾液和血液传播。山姆前妻及时隔离了两人的尸体，可惜病毒早就已经传播开来，先是夺走了宠物店老板的性命，然后在化验室因为装有老板血液的试管炸裂，病毒又进入了一名医生的身体。结果呢，医生在携带着病毒来到电影院，通过不停的咳嗽将无数病毒传播出去。就这样，一人传十人，十人传百人，病毒很快在小镇疯狂的肆虐开来。山姆得知小镇的情况后，不顾上级的命令，立刻来到小镇。不久之后，小镇就被军队全面封锁了，冒险逃离的格杀勿论。政府为了缓解局面，不得已拿出了军方生化武器的血清解药。此时的山姆才得知真相，原来他们早就有解药，却为了保守机密，对苦难的非洲人见死不救。然而现在血清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，因为病毒发生了变异。就在山姆他们想办法解决危机的时候，政府坐不住了，因为他们听说只要48小时，病毒就会扩散到白宫。于是呢，就做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决定，像当年一样用炸弹毁灭小镇。小镇这边，山姆的前妻和眼镜男都在工作中被感染了。山姆知道他现在只能争分夺秒，尽快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才行。他和小黑偷偷坐飞机离开小镇，成为了军方的通缉对象。历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那只白脸猴。此刻军方的轰炸机已经出动，幸好山姆的上级最后时刻选择相信他，为他拖延了时间。就这样，山姆终于在实验室用白脸猴的血研制出了新的抗病毒血清，击败了可怕的病毒。但军方为了私利，并没有上报政府，而是继续执行轰炸任务。山姆和小黑再次飞到空中，企图劝退轰炸机，并在上级的暗示下直接飞到了轰炸机的航线上进行阻拦，最终呢，让炸弹偏离了小镇，在海中爆炸。勇敢又坚守人道主义的美国好医生山姆，最终成功地解救了整个小镇的人们。可怕的病毒杀人于无形，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非典时期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慌气氛。据说电影里的病毒是以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为原型设计的，并且夸大了它。那未来是否真的会有如此恐怖的病毒出现呢？我们不能预料，只是觉得电影中的政府在面对灾难时的自私令人唏嘘不已。
那么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，别忘了给波妈点个赞，欢迎关注 Confans 第一时间获得更新，咱们下期再见。